你看一下，就这个效果，感觉怎么样？上周我不是用石头跟水泥做了一个这样的东西嘛？很多人问这个东西是什么，今天我给大家来揭晓一下啊。这个呢，做的是一个火山口的造景啊，而且呢，今天我打算用这个火山口啊，来造一个我们的鱼缸造景。给你们看一下啊，鱼缸已经弄好了，底下呢铺的这个是底滤板啊，你看。整体的造型就是这样，当然啊，单纯是这样肯定是不够的，我们还得给它稍微装饰一下啊。现在呢，我们这个井啊，大概的轮廓啊就已经做好了啊。接下来呢，就是需要给它种上水草了。给你看一下底下的牛毛草呢，已经是种完了，然后就到我们这个火山口啊。我这里呢准备了一片这个珊瑚墨丝啊，我们只需要用胶水把它粘到上面就行了。我是第一次种这个珊瑚墨丝啊，不知道好不好种，我们来尝试一下啊。可以了啊，到目前为止呢，我们整个缸的造景啊就已经完成了。我们加水啊，来看一下效果吧。